地狱焰火直接炸下去，算了，这也没什么。啊，走上去遇到波曼，波曼用风系第一招，知道了，OK。哦，看到了，他就这样一直，看到了，他就这样一直往后往后，然后一直跌倒。接下来是 B1 的那个电梯吧，应该是啊。我之前是用 N4A1 那个电极器电它。这个，榴弹，不过没弓箭放榴弹的，走这里。再放，直接结束。走这里。拖慢的卡。他们持续烧焦，烧烧烧，继续烧，继续烧。哎，算了，我让你们解脱。我们来远端看看。有了，自己就直接那个了。这里，哦，直接这样就可以了。又来，机器看火，有史莱姆，那魔力永远不够用。
好可怕哦！不要不要过来！哦去楼西这里，走进去，然后就触发那个剧情，发现我们是这个机构出来的一个再生体还是什么？先通电话。好，等我一下 ，password。哦，对，就本尊哦，原来是本尊。A 山 E I， 一。哎，这其实都是要猜谜，然后不过我直接看 L N 二 L N 二 A 十二 Y A 十二 Y。好可怕哦！我原本以为它也是被制作出来的，好像接续第一座，第一它是移植它姐姐的那个眼睛那部分嘛。Dry Field， 夏娃。ATP， 对，然后另就是一个演表演者跟 AR 都是，设施向导，研究概要，他这边就大概说明这事情。胜仗，然后之后就那一代后面就打梅丽莎，然后再来就是打那个海上的婴儿，而且一代有变身成天使形态啊。我们去 B1， 这里出去，没有，是皮肤色的衣服，皮肤色的卫生衣。好可怕哦！解放燃烧弹，很赞耶。第三次真日，
散弹，我现在这个是散弹，哦，很痛，甲壳类啊，要用贯穿属性，沙漠的那个，哦，这边也有，沙漠的那个蝎子啊，它也算是甲壳类的。对啊，对，第一轮没用散弹实在是蛮可惜。哦，他吐毒。第二用散弹加 NCL1 的话就蛮轻松的啦，就那个都用放那个雷风系第二招让甲虫翻。哦，九月的啦，让甲虫翻起来之后用 NCL1 打下去两轮。大量的同伴。刚刚那个应该就是 EVE 跟我们讲话啊，皮尔斯，对啊，这么担心，很明显就是天生一对嘛。嗯，好，打情骂俏结束。香巴拉，这就发信器。Next。那个安全系统嘛，第一轮我忘记关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先来关掉，封锁中 ，open。电梯停止中，电梯运转。OK。真的是什么电话都可以通到外面。驱逐率37%。
好，我们的 AS12 在这边呢，慢慢就会排到这里。热弹治愈，闪电。接下来我们就是去香巴拉了，从那边的电梯。哦，对，那个鲍德温应该说不是坏人，而是美国总统直接执行那个人口锐减计划，然后底下的很多就很多上司都是美国指派的，总统指派的那个，整个都不太好。路上看有什么重要的呢？可乐、呼吸袋、腰包，好。接下来卡片有了，车件，好，先去停车场。先去那个什么停车场。OK。嗯，最后背叛。因为凯尔其实他也不想变成这种怪物了。散弹枪都会暴击。背包空间，这个战斗物甲我们就放进去好了。一丘之貉。先放倒他。哎呦！啊！我应该用雷系，那风系第一招，我又忘了，没关系 ，NP 还够了。哦，走这里。突然转过来，被关掉了。嘿嘿，关掉真的很好。敌人哦，这个地方要用这个。啊，不用了，这样了。
哦，有。啊，等下，换错。OK。第一轮就应该这样。太近了！哦，太棒了！到魔王关之前的监视器都不会动吗？因为之后 Number 9好像还会回来到这边，然后他会把监视器都关掉，不，把那个监控器关掉，不知道。防卫装置，燃烧弹打他不痛哎、欸，这边也有，哦，看到了。今天可以把香巴拉完结吧。车钥匙。这之后才要用的，那我们就先去香巴拉。EXIT 出口哦，等下没放到，经验值4000多，等我们没 MP 的时候再去学技能。电梯 B2。
超好笑的。哦，好好好。左边电梯下去，好，鸟叫声，鸟语花香，这个很适合当别墅耶。啊，总统。Mr. President? Yeah.电池炮，应该叫做磁轨炮了。随时带，哎，不是，不过他走只知道说，哦，质量武器，他会射那个光球，那光球超痛的。不过婴儿没被打死。Welcome to Shambhala. 先去上面，然后上面发现说。不通，啊，那我们去直接去下面好了。哎，对，光球啦，就这样砰，先射三发，然后打到地上打穿之后，再射三发射那个婴儿。可是婴儿那时候还在球里面，所以婴儿本体没事。看一下弹药够不够。哦，138，很够了。还是刺到了。不过里面的监视器就会这将近这20年前的应该没有那个质量兵器的概念吧。哦，这个这它要转啊，红色是怪物，哦，黄色是怪物，红色跟蓝色，蓝色是 MP 回复机，就不用了，就红色吧。等一下，突然忘记怎么排了。谜题详解。人面狮身像排第一。
这样。然后再来就是，那个方块是最尾巴。哦，有了。进去，发电，哦，也不会攻击，太好了。可怜的家伙，这样永远的被放在这边。我们算是解放了他。哦 ，MP 一百啊，不需要。哈哈哈！抢刀，哦，是还没有把后面那个机器打爆的时候吗？有机器它，有机器它就不会爆。嘿嘿嘿，都翻起来了。哦，玻璃破掉了。很上面。这是鸟语花香，哦，嘿嘿嘿，散弹就那个 SP 十二那一把吗？可是我到现在还没发现这个这把武器，它上面说可以连射，我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连射的时候，按住或者按怎么样都没有。来了，陕西，阿蛋不行吗？哦，看来要用一般散弹才可以连射。了解。哇，那我要三种弹药，等我获得腰包的时候再用吧。
这里也有。哦，原来阿弹范围不大，难怪想说散弹怎么没有它的这种功效的样子。好吧，原来如此。先让你们都翻。用这招好了。哦，我了解了。有火的额外增伤，去电梯。哦，接下来就去那边了。让我放，让我放，让我放！很好。入弹。嘿嘿接下来就是连续打好几只那个换成阿弹。哦，弹道稳定，看到了，上面写弹道稳定。还在游泳，那水怪还在游泳。接下来换这个了。这个。给我躺着吧。撞。啊，接下来要解谜了。我听到了。有啊，人马的时候那时候有用，倒地之后暴击真的很爽，打下去都几十
好几十滴的，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然后就，而且一发弹起来啊，超高的，这个一序彩，红、黄、蓝、白、红、黄啦，蓝白、蓝白、红、黄。蓝、白、红、黄、白、蓝、黄、红，对。原住民的歌，不管是印第安还是怎么样的，它都很不错听，尤其他们的歌喉。蒙古那边的那个当地住民唱的，他们歌喉也不错。蓝、蓝白红黄，等一下哦，记一下，蓝白红黄，励志型，六。二三五，妹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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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，哎呀，哎呀，三。哦，有了。我们去把那个隐藏王干掉，就存档，移动。又有敌人了吧？哇，好可怕哦！火衣可以震退吗？因为他是王，我那时候并没有去用技能中断他。原来会中断啊。兑换燃烧弹，燃烧弹会震退吗？试试看，没震退，我们再马上换那个火衣打下去。
扭蛋，扭蛋。以前用 PS One 玩的时候，真的是用扭蛋。哦，900。下水怪会掉那个水晶骷髅，先等一下，我们把 MP 用满，学一下这个吸收。下去了。我看到外面有大水怪，三只，马上换。哦，有了，燃烧弹不能中断他的动作。直接炸。哦，750。哦，OK， 捡起来。糟糕了，好像空间不够。好，可乐 ，Sorry。有摸到了那个水晶骷髅头，没有腰包吗？我会来到一个很小的岛，调查下方的植物。就可以得到。哦，先上去再说。哦，口红哦，口红我们已经有了，装备只需要一个就好了，我们使用。MP 最大加一，那有腰包吗？进入选项发电所。哦，我们先去存档吧。得了，我直接用那个快速储存好，看一下哦。啊，还是用系统存档吧，以防万一。我 R 带也快没了啦。还来啊！
躺好。这一轮能不碰怪就不碰怪。等一下打完发电机就是打竹竿网，明天再打吧。12点半了，一晚上12点半。前进右转，到了。大竹竿，好，明天再试试看。好，那么晚上的实况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明天下午一样，我会实况《逃鬼传》，晚上继续一模二。预计明天一模二就会结束。好，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先生的频道，这是一模二《寄生前夜二》。好，那么大家明天再见喽。晚一点我会把影片转一转。嗯。好，有，我有看到你留的话，晚一点我会把影片转一转，时间如果允许的话，会把它放到一样放到 YouTube。那么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晚安，好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